介绍我的宝贝，他叫 Chatouche。 为什么叫 Chatouche 呢？我做的是服装跟织品有关嘛。 Chatouche 在织品里面呢，它是一个最高顶级的羊毛。其实会来这里也觉得对猫跟对狗都是一个很幸福的空间，我们就可以带它自由的奔跑。